身体什么状态，对，可能，对啊。就看着拆掉，我看人在不在？没去的他，没去。哎，不要，我光一问就知道。姚弟兄啊，喂。哎，你庄里有小毛驴没有？啥话？是毛驴啊？啊，是毛驴啊？啊，毛驴啊？啊，这一溜啊！要有辆叫牵牛来，牵牛来当交通。我现在在他屋里了，说是走邯郸回来了嘛？你看，你问问他在不在？没留下。邯郸不走，走东兴路。东兴路。东兴路呢，有二院跟。有二院。嗯。我们那，你看黑家，你能过去了吗？问一下他们北京的来到了发现的。能有多长时间啊？能有多长时间？他家有的，丢有的。我农村的呢。农村的嘛。明天去这个哪个了？就要明天的。就别的时候在哪的？有多长时间？日证制。两个钟头，这三个钟头。两个钟头，这三个钟头。啊，这个小的不。花个少，给花个少，那就我的表不得就会得全全从头生活吃着的放的人就是有不没人有不没人有个毛个十字架，哎，你知道吗？当时看见那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啊，哎，土路有的是过了，有的是放放的。天塌子下来，哎，啊，是过吃饱了，放出的路还剩下的，大不大？放里面啊，啥颜色的？啥颜色？是大的，黑的，哎，这么高，有个小月红，
啊，是吧？是吧？来这个，来这个。皮革小腿儿，来这个。